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哥阿笨频道。今天我们聊一聊功夫明星吴京。我们知道吴京啊，演过很多比较好看的功夫电影，比如说《太极宗师》啊，比如说《杀破狼》，还有之前演过《黑拳》。那么最近啊，比较火的就是他演过一些军旅题材的功夫片，比如《战狼》啊，一二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京的功夫啊，非常的厉害。在现实生活中啊，和电影中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吴京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一起看一下电影《黑拳》，2006年拍摄，由吴京主演，讲述了全国武术冠军高岗跟随京剧团来到香港，后来经人诱导去参加黑市拳的故事。其实那部电影已经很好地演绎了地下黑拳，也就是那些不合法的拳赛。规模并不大，水平也不高，薪酬当然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电影剧本为了效果，自然是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番尔虞我诈，诠释了人心比格斗还要可怕的真理。吴京为了拍摄出格斗的真实感，特意跑到了母校北京什刹海体校，然后跟着专业队练习了很长时间的散打。我们可以在视频中看出，吴京打实战也是非常拼，被打到无力反抗是时有发生的，甚至还有被高鞭腿上头后接腿将对方摔倒的画面。不过用头接腿后的吴京也脑袋发懵，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这部电影拍摄时，吴京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在众多大腕面前显得很渺小。作为新人，他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处处碰壁，经常被挤压，以至于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吴京表示黑拳就是自己刚到香港时的真实写照。后来吴京以多部影视剧而被人所熟知，但是名气却一直不大。他尝试过多种风格的动作片，但却每每跟随在别人的脚步后面。直到后来的《我是特种兵二》以及《战狼》系列电影，吴京才凭借军旅题材的动作片成为了真正的顶级动作演员。为了拍摄好军旅题材的电影，吴京也特意去到南京军区，在特种部队生活了18个月，每天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网络上也有各种关于吴京训练的视频，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去混日子标榜自己的。而据博主军武军爆料，吴京甚至还打破了该部队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前几年的《战狼2》能有如此高的票房绝非是偶然，正是这种对工作的敬业才让吴京有了今天的地位。说到这里，我们视频里日常必提一嘴的某些流量小鲜肉就又需要被我们拿出来做对比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拍摄电影时连剧本都记不住，要用12345这些数字来代替台词。至于那些假骑马能用替身就用替身的手段，也早就不新鲜了。只有像吴京、成龙这些敬业的演员才会成为巨星，某些毫无演技和敬业精神的流量小鲜肉，终究只有被下一个小鲜肉代替，最终被人们所遗忘。吴京在电视剧《太极宗师》里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网友对您的功夫非常的认可。但是许多网友认为，如果让吴京与成龙和李连杰、甄子丹对打，吴京未必能占到上风，因为姜可能还是老的辣。你觉得呢？我要跟他们对打，那我就打120，我打110。